他一觉居然要先自救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先只有表。 直勾勾的修呗。
那你走不掉了，你想走地窖啊？我技能没教你怎么走啊？ 我日你哥哟！我他妈进，这都白给！我带个金针过板不都行了吗？ 你还看别人？
多多。 Ugh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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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h?
空地有心跳，帮忙！帮忙！ 吃了一波饭，没吃饭，韭菜饭啊，杀我！我这吃一半，可以。让大王去，大王让你，大王让你。 都拉完了，要闪我了，压死喽！一交吧，一交挺硬的，没挂掉，是去挂罐头。 这波相位猛冲，大王是你遗产是吧？哎，他妈怎么这个炸弹这么久啊？五秒的，五秒的。我还想等他炸弹炸了哟，在那个，他怎么丢5秒炸弹啊？直接扯，你反正又不是一炸死，不如直接扯。那我扯会打断。 我怕我被打断了，打断没你只要扯下来就行了，碰一下吧，这咋保平呢？大王是遗产是吧？嗯，大王是遗产。他这个怎么丢5秒啊？这是什么玩法？套路人呗，要把我扛了，这老哥。 快修快修，娃娃能量吗？啊，一点血，可以加速啊！好像勉强，确定？这几个学习意义能量？能量掉。嗯，能量能继续亮吗？他没一刀，大概。看他原谅吧，其实能够的。 地窖不，地窖在中场，地窖中场，没一刀，带着封装底牌。哎，好讨厌呀！我他妈被骗了，我上当了，怎么丢了个5秒炸弹啊？我还说这个图不跟憨憨一样，直接出刀了。下次吃了亏直接扯呗。但是正常图丢2秒。他俩都在开，你准备走地窖，往地窖在中场。直接去小门了，我去小门开的。 看他远远亮了，你可以过去。兄弟也开了，这土夫在干嘛呢？找你娃娃吧。他来无敌方排我，没有啊，我要修完了。那他干嘛？挂机了？是不是上宝了吗？好像想来无敌方排我，但没排到。我的。爱哭鬼。什么地牢？爱哭鬼。来大门。往中堂走了。 我们地先不修，哎，我苟一手。哎，我也苟一手，我不修。啊，修，到我这。
啊，现在墓地还三板啊！哦，本体的墓地。他要揍我！嗯，我已经双修了。别又结火了啊！车在这个二楼下面。在墓地，我看见了。可以坐车啊，坐车好像来不及了。妈打个滚看不了他，就很烦。对你吸不了，你要抗火。对我吸不了，这是最烦的。差远。我再板一下。在你旁边啊，你在吗？什么人不在我旁边呢？他什么人过来了？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你凶。帮我看一下车，车还有27秒到我这儿。你怀表好像上不了车啊！快到了，我这边有屁用啊，没用啊，我死远点，死远点吧，别把我接走了。他祭司不知道呼唤我想干嘛，他想不密接动啊，然后我也信了他的邪。二级了啊，你这边依旧吧。二级，还挂呢。原来的位置，老地方。我带个火来救你喽。他就差远去了。我可以帮你偷了。可以偷，可以偷，可以偷，偷偷偷偷偷偷偷。偷哎，我真是接火达人啊！你找板，找板知道吗？能。我倒板一下。机子不够啊！我倒板一下有啥用啊？人家机子不关我的事。带不到。带不到。走吧，保平了，又是保平的一把。还不好吧，那是技术怎么差这么多啊，最后一点不知道，技术没去修第二次，他在修，他在修，但是他被干扰了，他修不了。你找一台简直是真不好溜这个东西，妈！我要看他，我要看火，那两个位置要看，我屁股后面长个鸟，吸不了鸟，主要就是你溜他溜不了，吸不了，我鸟吸了80，然后我死了的，没办法吸，又要看火，下把把他搬了吧，放礼物得了，不然打先知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，他就干扰电机了。烧守墓，守墓没技能，他们铲子有拆板的，没底牌，纯就一个插眼没了。人就无所谓，别修。就是要救人，不用插眼了，出得动的。你小心，他过来搞你啊！
只要救得下来就行。他救下来，他能救。他要搞你，他要搞你。他俩走了，地窖不知道，你堵一下吧，就在那个板区那边，你堵一下吧，唯一的机会了。我在那边，我修那边机子。那再见。有底牌。大房一楼啊，成个粘箱。不要，鹿头废墟。往医院走。没往医院走，往我这走了。往我这走了。我在石像。我来走了。六大。不好溜哦。钩子了，差眼。有这废墟怎么不修呀？一刀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往三连走了。三连是我娃娃。嗯，找你娃娃，差眼了。小木屋机子我能补。二楼机子也一样了，娃是。哎，又来搞我了，又来搞我了，又在我这。小木屋六，小木屋遗产机，修很多。能起一台吧，无所谓的。反正没人受伤，你还有一秒，我修挺快的。又不追了。一块板子都没了，我吐了。你才知道吗？要两吗？二死了，你要留开门站吗？我有两只，我还有一只。连鸽子都我的。
右边贴满了，小木屋的门也在开，两个门都在开，但是有自闭恐惧。我有鸟要的说，你别看我，我看了。所以我一挂吧，节奏挺好的。这还传啊？有了。我在废墟外面，修废墟了。我二楼直接修了，我看有没有人来。有人来我就让，有人来我就修。直接被踩到，他妈去脸了。小木屋在，不对，地下室在小木屋。红夫人，怎么说？这波跟不跟？别跟了吧，红夫人你们交闪，别交闪怎么跟？前进逼出来呗，反正我修二楼的。下一个进入。死了我去正常救你，看那球能不能用用出来吧。别打红粉球好像没啥用，你需要帮助个屁，又没鸟禁止废的，当我没说正常救吧。技能没交，那挂哪，我和地下室了感觉。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，别救，别救，别救！不救我这位置也要被那个，要被干扰。你不修呗，不修呗，卡个耳鸣，要满救。嗯。他技能没交你，你下去必必双倒。他干扰不到的，你不修他不知道你位置。直接卖掉啊，不用救，直接卖掉。我把球投第二步溜不动了。我要球，我来撞。还差两台整机。是的呀，有电，不要紧。你去修小木屋，你接着我补，重新修一台。我都是下一个，往三连走的。嗯，我知道他会挨揍的。投我了，没投球他，没投他。那这样一来，那你正好补了，你去补。别着急，他还没过来。地下在石像。不让他闪现了，我往医院溜了，我不干扰技术了。但是连我的弹球都不够，你知道吗？没修一点。杀我掉表，让他杀。追了，不追了，他不追了，把我球逼完了。他妈人家就是不亮。嗯。来找我，杀不掉我。那就是九十。没杀的。他逼你护臂。别让他得逞了。一比，我四个护臂啊，我交一个无所谓，我不想知道。
没了，镜子没了。可以直接远远程把那机子补掉的，点好了，直接亮了。别，等会儿，亮，可以亮，可以亮。开了大门啊？你开小门吗？大门。他投到那个囚徒了，囚徒死了。有表，把他带出去。我知道。你先开。先开门，记得没交啊，底牌一直没切，手里捏了个闪现，无所谓啊，我只要这门开了就行了，拖一会儿，不着急，看他死哪，你敢不挂吗兄弟？你不挂他爬咯，挂不上咯，那他要挂上的话不怀表带走了吗？对呀、啊、帮他扛，你俩走，我走地窖。想不通怎么想的，好吧，我们能走了。哎，佣兵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不这怀表，只要没人上树，我的表不交，你就难受。啊，桥上啊！我在鬼屋二楼，七点帮忙。往鬼屋走，他要揍我的。不在鬼屋，鬼屋没心跳。桥上也没人啊，造什么木板？时间，你坐的车吗？谁坐车了呀？我没坐，守木板，守木板在他身后。到我这儿了，我这有心跳了。抢来鬼屋。我有车，我死不掉。嗯，这张好点。我知道。别丢了，还追我，追我。直接吃炸弹。被人开走了，不知道谁开的，我以为那波你开了。可能是守墓开的，不知道是谁开了三号站。我要死几点了？八戒有人开的车，你死几点我救不到你了。我就卖了吧。够啊，可以不用卖，那就去到那个去。闪现了。地址全在你那边了呀。你鬼屋是遗产吗？鬼屋遗产，三分之一。几点吧？死不了。那太远了，把车开到终点来，我到时候可以走过来。死鬼屋了。鬼屋遗产要被守了，抢修吧。那样好。抢修让守墓抢修，我有鸟。救啊！你挖拖我吧，挖拖我。能救。没一刀。
然不给我了，我操！终点再开吗？再点再点，哎，刚点到。明白。我在路上了。你可以点终点。你可以去后头去。被炸了，用不了鸟，算了，走吧，我死了。我说为什么他不捞你呢？那时候杂技演员在旁边，的确可以让杂技演员捞你。他可能在大船或者小木屋。中场我直接修了。大船杰克。Okay。 嗯，这摇摆下来，海边了。嗯，我在小木屋呢。他会碰到移民兵，移民兵后面是我，我就在这溜他们。没，往中场走了，往中场走了，你小心点。那我这可能会杀你。啊我。尿尿就说。没有没有，没救我没救我，他双击里面有人啊！杀祭司，祭司在里面。那些祭司他都敢修的，说他不死了吗？卖了吧，把他卖了。杰克的绝好评的。操作吧，有洞，目前差不多三个洞有，要三个洞的时间，我看我待会能不能帮他操作一下。三个洞，有菜板的哦，三级的，完了，他也，别救了，别救了。来中场，我来摸你。他杀你，他其实不就起来了吗？其实那边有眼，他背你起来了。好，我过来摸你吧。啊，这个位置好头疼，一线过不去。把你摸起来，你就走，换个位置摸，往大船那边走。可以原地摸，可以原地摸，不敢过来，有没有过来？他当佣兵的，不会管我们，管我们当佣兵的无伤头。得救，得救！他没有无伤头，他不救了。老妹，他这不救啊，兄弟！亚满，亚满，还要地窖吧？地窖不在这儿。我的我的，我该去撞你，撞完了，不该撞，有眼。我咋想的？那无伤头不就双刀？老的。变石。卖了吧。还反钻呢。他下一个会死。了不给了。他不是打洞了吗？别保别保，不要了。祭司六分别棍，见了个鬼。我不求了，我走了。下一个是我。你走你走你走。你兵也摸不好，没摸八十。风窗一刀加差眼，没底牌的。我往大团球。那个中场是一铲，然后中场旁边的那剑姬也是一铲，门那边。两台都给你，我修大船。那给我表。要鸟就说，我有鸟。
第一刀就要啊，他没底牌的。无所谓无所谓，把他盖了个板子还行，杀不掉我。看机子去了，看机子去了。来呗，我大船等他。他来打大船的话，双十一那边是祭司的遗产。去大船。行，双十一祭司的遗产。然后中场旁边两台遗产，大船没管了。我先去把游民摸好。80，到我这。我们去双十一了，我去修你遗产。对，你修我遗产。鼠标给调出来了，我吐了。留在看门站啊！第二次，提前贴，提前贴，第二次，这下就能赢。地窖排过吗？没有，大船下不是。大船不是。海边看过吗？海边没有去过，大门也不是。没无人的，没无人。有了，错。帮你点大门，你接点，你接点，我就要大船六吧，你接点。没杀我，没杀我，没杀我，操你这！我给你拍地照去。我有鸟。海边不是，应该在双十一，双十一小船那边。看我了吗？看了，刚看的，我的排地窖去了。先看我，看幽冥位置，幽冥位置。幽冥还没到双十一，我让你没看我就拉球了。我要先叼着鸟，然后留球打开门站的。半个球没了，哎呦，亏啊！这不血亏了吗？幽冥位置呢？贴到了，贴到门了。没有他。那个是天安门的是你，过来我旁边了，在旁边卡尔门的。怎么咸鱼也保平的？你那门开多少了？你想开吗？你开多少？没开多少，直接走。算了，摸都没摸到，他就直接过来追我了。船长小丑，妈走路姿势都一个样子。在海边。哪？海边。海边吗？装东西呢。满配，满配。他找我，我就甲板剑。我把小木屋走了。小木屋是祭司。接修吧。那比祭司动了。祭司有动。还去祭司，去到了，祭司去到洞了。我以为他平地先逼祭司交洞呢，我就把洞逼了再拉。这小丑的心思你别猜啊！我去四十。前线真秀了。回来了是，
你要给佣兵吧，把佣兵放倒。你在修总统吗？修大门。佣兵要加满就。你们要加满就是保平等。直接就不守了都。但是三三七在摇肯定不守。找你去了好像。找呗，让他找。他这不能卡半脚，他都不卡吗？小的都没守着。他这不是能卡半脚吗？他非要吃个狙。那不是，那随便吧。你把鸟鸟都别给了。给啊，干嘛不给？不给他那咋办嘛？不给他平都别想平了。那没用，开地窖吧，他没一刀的，能打。甲板不是。那我去大船修了。大船给我，大船给我，你换一台修。你先修一会儿吧，我等会儿来交替了。等你到了，我再换吧。吃的遗产是小木屋，你要游走的话你就小心吃巨了。听进去啊，他可能会去佣兵，他大概就会去的。我过来了，你走吧。他上来了，上来从我这边来的。哎，你再抢修吧，抢修吧。去修，你去修，我溜一会儿。可能就到大船溜吧，我走不了。在大船溜吧，在大船溜吧。死了。能撞吗？撞。活了，你保命保命！我们跳楼了，杀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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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带走，杀不了我杀你杀你杀你！那只是跳楼然后找你，难听。哇子，这个老年下板子，要用命叫吧，你修。明明会救，你发哥我不救人。发我发了我不救他又把你压满救了。哇子你是真的勇啊，这佣兵我能不能这波正式了就救不到你。他要出征都这把五喽。还杀我，你去补电机。哇子这个佣兵是真勇。他遗产是哪一台啊，海边还是小木屋？就小木屋旁边。哦，厕所是吧。嗯，他可能要救我，我重新修一台，我逼他救我。具体要控场，要控机子。他要救我。他救我，你吃算了。嗯，但是天上闪电苗，地脚没拍过啊，闪电已经好了。我小机子去了，放哪台？放海边。他要救我的话，你们能量，救我，救我。嗯，吸一半，你交替了？你交替，交替你，我留个薄命，到时候有开门战的。嗯，但是我二挂了，没开门战打的。满票。他救了你，然后我去开门吧。
那去开门，我保你吧。等一会儿吧，别着急。对，有一刀。肯定要闪我。能玩他干？死不了。你就在这边溜吧。没有。你那边。你是上哪？地道在哪啊？那都没排到。我能往大门走啊。小门开了呀，我跟你说小门开的吗？那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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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堵个地窖了，快走，我有地窖地窖。走了，我走到门口了，拉球过去了，能接着两边干嘛？跳了。什么头铁？我要小木屋。我也在小木屋，在小木屋外面。废墟帮帮，废墟帮帮，你别来小木屋，你走。我直接跑了，我直接跑了，我进医院了。他追我的，我要进医院。我先上二楼。还掉个五秒的，这个喜欢丢五秒的，跟你说一声。在小木屋了，你是不是修得贼爽了？确实，我还是掉亮了。闪现直接交闪，八秒了，我要死地下室。我要走，我要会被炸，两秒。来不及动啊！他这炸弹丢的还挺好的。那什么就往机子里面走的那个炸了一下。空军管，空军是叫什么救吗？哎，也行嘛，刚才救起来就不错了。开枪打了，开枪给打了，空军开枪打了。这白底。帮帮白先，他要先去打开枪，我呢，他能去地下室了，那防六吧，你的小木，我还有鸟了，就在废墟里。别在两边冲，两边冲啊！坚持，好。那谁带了？我操，有这样？我日，太刺激了吧！没一刀。大门有人顶。走了，别弯了。
12楼，我在废墟，废墟旁边的板区，我看一下。红夫人，三连，往三连走，三连往三连走，没错，往东方走了。我修废墟了。进二楼，直接修的。囚徒在小木屋，人皇是那个守墓人。不是不在我旁边吗？这么快就是人皇了？啊？他到人皇了，人皇会往石像走。他到石像了。哎，我的妈，不敢修了。杀手墓了，进医院了。没进，没进。投小木屋。没有，他投了个白给。忘不两铲子死啊！真的假的？他不叫啊！你准备一叫吧。嗯。对，抠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我叫个铲子六不香吗？要了吗？不。那我不看了啊。交铲子，啊！我来了，我是没想到。得了吗？算了，啊！我呗。反正守墓走了，守墓找你娃去。换挂你自己亏啊，兄弟！你想 A 我就 A 呗。开二级金子。我马上亮的。守墓人在你旁边，在你娃娃旁边。我知道。我都不救我，我还在修，啊救了，那可能救不到了，我可能要吃定子。还有电，看情况吧，救到吗？能救到，能救到。好、哦，他记得没交，你确定？交了，交了，闪交了。下一个投镜子叫我。不要，没搏命。守墓人会救你。能不能再救我一波？二楼是我遗产。我知道，小木屋是囚徒遗产。一直是够的。娃娃能帮我补吗？能。补死。二楼机子补不了，你去补二楼机子。我知道。所以说交替嘛。要鸟说。得看我。看。你修。行。你娃机子能量就行了。二楼修。能量。你确定？你现在能量吗？能。闪现交过了，往废墟死。嗯，你往小门死就行，大门再开。镜子死了，没办法。你闪现了，镜子也交了，你们随便走吧。小丑，不行吧？我们这办法吧，要找安全点就行。反正板子我已经削好了，他敢推，这怎么结实会往他脸上跑啊？前面把车推出去，瞄好了。会不会充不到电吧？
放个东西的时间出来。确实没记准点，估计放了个娃娃往他脸上走了，把他卖了吧。他如果倒了就把他卖了。嗯。卖了卖了卖了，不用做了。要小心他装推进器出来逛街啊、哦、也不会逛完。我在给他娃娃上直接没必要的，直接起身的话我机子亮了，好像卡死他会不会有机会哦。没机会，他技能没交，有个屁机会。在囚徒那边，回去守，怕被偷。回去卡尔明卖了。黄不交才。囚徒有电呢，他不敢去的。我跟球都在一起球，兄弟，用来的球都垫你，撞了。他接触的娃娃贴门了，如果能找到他手机，能打。带着张狂和底牌，没有一刀，没有拆板。张狂先去了。他换什么了？他闪现都换了，踢了吗？不知道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球都在一起，兄弟，球都保护保护，把保护把打在公屏上。大哥保护啊，大哥，我谢谢你。居然指望队友，我板子都没找，我等他那个呢。不知道在跑什么，就在原地站着看他就好了。过来就垫，找板子，随便垫。我你我真以为你拒我一下你就能杀我了吗？地窖不在角落机。推你顶得动啊，妈呀，还失误了，被骗了，我傻了。喂，你俩这小地方怎么？你有钻吗？钻，你有钻啊？嗯。地窖在我位置，墓地那边，墓地两个板区，知道在哪不？他去娃娃，他去娃娃了。没有，去我。技能换什么了？不知道，球队那边修很多，球队那边修很多。好，我只是骗他的。他又不敢去球队，他妈不有电不电死你？这球队挺下饭的，我跟你说，不好说的。看出来了，这电就过年电。他要市场，换了市场，换了市场，你干嘛不说、啊？我不知道他换了市场，我没看到他开机子，我过去声音是一样的，声音没变。你能自洗吗？别急着我偷。能自洗，快了。他顶不住了。你去救吧，我去救吧。你能过来吗？过没挂他，能找你啊。找我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过去，我血管多了，别过来。我道具去。这么秀吗？我就说这么窄你还能秀。大家能看这地下是把娃娃捡的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啊？我在讲没啊，你要不摸一下我没那个的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记得秀很多，我等会抢点。你贴门去，你贴门去呗。那不然咋办嘛？囚徒那边再重修一层，地窖在墓地，你有表，这把博三跑了，他满配去囚徒，他可能他踹一脚就走了，这小子，摸箱子去了，他踹一脚，他踹一脚，
踹一脚拉锯了，妈一脚踢没了。踢不了多少了，现在他现在就是踢鬼。小队有电，你电呢？你准备救他？你准备救他？直接救，直接救，直接救！幸好没，可以吸呗，我吸呗，你过来长修就修，搞到现在修。我要倒地了，兄弟，确定你确定我能长修吗？修就修，修，差一点，差多少？长点，你得修一会儿。我直接亮啊！亮了。他不救你吗？又不敢，就是点名去了。他不救你，我怎么救你啊？你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救，结果他绕追你去了。他有狙啊！我直接过来救，我找死人。我有你护臂有多少？我有魔术棒。你护臂呢？在地上。到。我能帮你扛。你不能帮我扛护臂，扛不了。你有表，你别着急走。我这是急救。没表了，没表了，我表救了他。那就有点尴尬了。看小队友没有表吧。好像没锯了，锯你护臂 ，OK， 他打白底了，能我能冲吗？我能过来帮你扛吗？能，小豆豆帮我扛，拉锯有电的，嗯，正好是这样，远离轨道。先走了，那我去哪？那女人像约瑟夫？哦，不是约瑟夫。妈吓我！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这好像约瑟夫相机吧？吓我一跳。不瞒你说，我也被吓了一跳。帮帮帮帮帮！在哪？找我娃来。好，你娃在哪？哎，你人像。嗯。他没盖板啊，这帮帮，不躲我。你说个好消息，看那边没修梯子，往小木屋走了。有彩板，但是他们等级不高。小木屋没鸡，废墟鸡。好死了，小心惨重，往哪走？医院，医院，救我，救我！好，不一定找得到我，我在走。找我，你找得到我吗？走了，往哪走？找不到我，在佣兵那边。你不爽修吗？他放你。找不到我，杀了娃娃报警的医院，他进来排了一圈排不到我，我苟住了。闪现脚，闪现杀佣兵，我杀看那去。我一叫吧。没代表吗？啊，我带了。啊，那你可以就。废墟有两台。
你两万还差一台机子，你娃娃机子呢？娃娃机没修，开局直接贴到娃娃里。差一台整机，你等会儿修完鸟笼往那个废墟修，废墟是最后一台，整机。杀手，他要看他，不管我。告诉你，我能救，废墟修不了了，修我提墙吧。我能修大门，大修大门，娃还能天门。哇，还有十分之一的点。哎，我操，我要吃救刀了。我能救，我能救。大门也没找到，先原地修吧。你准备救人，我过来。哪台？大门，大门，大门来了。你和佣兵一起去。七七人了。佣兵不会不救吧？让我一个人救吧。可能。两个人一起救。你来帮我呀，兄弟！这我一救不稳。妈别炸了，炸像个僵尸。控一下，娃娃控一下。哎呀，这边翻板子进去。长点。大门，他在二楼溜。小门也在点，那你去小门，你别拉大门了。怎么拉大门你死了？我都过来大门了，还在这看蛋呢。那你过来呗。看这切的啥？传送呗。他这么切传送也没收益，走吧。来飞去外面。祭司也在小木屋，他可能在废墟。祭司在干啥呢？祭司，他们几屋几血的？祭司在小木屋苟着，等大洞，他那个女巫。怎么不是上大洞？我也在想。当时发了个快走，应该是没。我就知道。然后放狗咬我了，往小木屋来。板子帮你下，咬到了，这是原生。再远点，再远点。挂个机身还不会修机子吧？啊，怎么敢修呢？怕的要死。领导吧。怎么说都大洞是要给我吗？又不给我。这洞会不会上当啊？他要切过去，直接传过来，然后机身一台一刀。修的。放狗吗，小伙子？你看他死，他死放狗。
人咯。滑板，你滑板，你滑板，滑。还一个阴间护臂，尿到家了。垃圾生。靠，妙妙不可言，我跟你说。你把我需要帮助吧，让祭司过来驱你，把我卖了。哇靠！我有替身，他怎么驱我啊？驱不了哎。我啊，偷自己了。啊，是别来偷我，求求你了。我不要偷。没事，我这边祭司也能偷。他要贪的话，两边都偷。地窖在踢墙，这也能抽？真的假的？你女巫刀现在这么长吗？搞笑呢，兄弟哥们哥。你们拉扯吧。有没有遗产机？哇，这是亮了，那你想乌乌遗产机？乌我也能亮啊，差一台。第四次修三版，他要被干扰了，他修不了。来给刀。他就放祭司这么修吗？僵尸跟祭司在一起，全员下饭了。我重新修一台吧。僵尸为什么不敢修啊？他不是有香水吗？修不了，会骗他。那没办法。他俩保密就行了。真的是。那是压好了。哪？机身压好了，机身压好了。哦。我跟你说，机子压好了，那我不修了。去掉。听着吧，别说过来。原生没闪现的，原生闪现交给祭司。好。他好像能开吧？能开是吧？确定？嗯，能开能开能开，他现在不来不及，你发快走发快走，快让他直接亮。等会儿。他现在被寄生了。等祭司自驱，然后几个大洞。祭司压好了，祭司压好了，再点大米。我操，这么飘！僵尸位置。僵尸也在大门。啊？他俩能走？走不了。祭司突然不敢开了。闪现又空。我去开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在往洞口冲，完了，来不及。这是什么？他那个门开多少了？不知道，大概三分之一吧，最多。他开了一会儿就没开了。说这一波要不要搞一搞？我觉得不要搞，女巫平了不亏的。但是还有一分钟的一刀斩，我觉得可以搞。好呗，拖一会儿吧。但是门点不开。
其实要这波没接大洞，这波时候接给你个洞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的个亲娘哎，溜了！被他发现了，那没办法。啥啊这洞？好溜呀！好溜啊，好吃啊！来废墟。出闪，医院一楼，你闪了。想飞小木屋，快走。飞了，飞小木屋了。小木屋是什么人？被强尸。没有强尸那人。我刚飞小木屋，其实要飞那个。哦。你小心点啊。飞机二零。有彩板的，他没飞，他飞个屁！你要是开技能去了，肯定要飞。他白给了，他这个闪，有彩板的啊、哦！嗯，风窗，风窗。技能没教过，不知道带啥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怎么可能会飞你啊？你小心点啊！你没鸟了。啊！我还怕他不成，他飞你。医院一楼，飞我。飞你，飞你娃娃。飞我娃娃呢？不一个当官找我来了，当官找你了。医院还找谁呗？你找我的。你娃娃机子强尸去补了。怎么样的？你这样的还行，强尸补呗。我就这一半了。行，我重新修一台机子够了。不带守门人亮了吗？亮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小木亮了。那我重新修一台机子够了。强势机子亮不了。没追了，捏闪了。救我！你在飞锤子呢，兄弟！他飞了个医院一楼到一楼。看出来了，我感觉他要追我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个老年人翻窗，他技能没教啊！插眼，插眼，插眼！我这个老奶奶翻窗把我人翻傻了，太老奶奶了！你能不能死远点？这么可以死远点，守门人救了我，可以死。他可能不杀你，他的手机子的死不准，他手机子，这小子要手机子，重新修，重新修，再修一台，这个墙是修的，一闪，被我，没修。道具比了，你俩在修不？在修，在修，七八十了。他没闪，他飞，他要飞，他要飞，快走，他要飞。老铁，那是硬修，不敢修。他有香水，他肯定修啊，我有鸟了。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不打？直接好了吗？两点点半，准备鸟啊！
放魂去小门了。牛逼恐惧的大门点不开。点呗，反正他要在小门插眼，然后飞大门，舒坦那个尿性。飞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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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了！看谁？飞强师，我们看到强热死了。你别死了啊、哦！我死不了，没大好。你有表吗？我有表，但是他有一刀。别急，他要飞我，你就偷。你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就当着他的眼这边开。二名应该不敢飞，不敢飞，不敢飞。指不准的，万一他胆子大，他飞了，他丢了个伞过来。你有表吗？有表，有表。我给你套鸟就有表。这个距离有点远。那、啊、算了呗，走。算了。别，等一会儿。啊？有机会。我都看你了。看你了，怎么说？去。这个锤子什么人去偷啊，兄弟！我傻了，太远了，我这位置被拦了。什么人要死？这什么人犹豫的？强势还要死？那也太棒了吧！兄弟，往我这爬！你能起来吗？能起来。我有鸟，我要不保你出去？保你，我保你，你出去吧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能怎么办呢？磨枪了。我谢谢你啊，我真是谢谢你。他给我来了个恩丹一绝版，这样死门口吧，死门口我有表，摸个枪子去，摸个针或者摸个啥道具。我死不了，我干嘛要死啊？我拖会儿吧。再过来，我们枪子也不敢了。他那边在摸，他有针呢，怂我。拖会儿，你能抽根针吗？咱俩就搁这耗着呗啊！你就在那边干瞪眼，你不让我看你，我不让你看。什么人，大哥，能来摸我一下吗，大哥？我需要帮助，大哥。摸我一下，这把就翻了，有表。他要吸魂，这小子要吸魂。我有针。行。干瞪眼，你看这个人躲的。等那个眼消失，我再走。眼不消失，我还走不了。什么的？哎，我搞这个搞冰箱去。搞冰箱是搞个护臂去。你是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鸟快吸出来了，救下来的，我吸一口，就能走。不敢挂你，爱挂不挂？我在爬。地窖的石匠吗？不在。快挂掉是。救吧。接下来听。美女横冲加速啊，还是有我有，你没。就，我给你扛，我突然不想给你扛了，快走！哎，我还不走着呢，你气不气嘛？这医院，我就在医院里面拖，就拖，妈恶心你，拖。
你看，你俩卡尔明，我绕小门去，卡尔明。嗯。他去外面插了个眼。我偷偷摸摸的溜溜球。按点闪，往小门捏的。捏呗，你看他敢飞吗？我操，真敢飞啊！这也太自信了吧！我有死小门了吧？对，我要死小门。不是吧？没有办法哟。你死这个位置挂女神像的没了呀！没挂女神像，还是挂废墟。就是你出不去呀、啊！你要不再搏一搏？我鸟吸了一半。这是什么刀啊？别问。打你！那我走不掉啊！你几挂、啊？保平吧，二挂，出不去算了。你不搏命没出去就亏了。你不感觉你不该交鸟的呀？你该直接吃一刀，然后坦克加速就出去了，可以硬出去的。不好说。有加速就能出去。算不错。你不距离感觉够啊，我感觉你都走到门口了，但是因为你鸟交了，你不 A 你没加速，翻板慢了，这只要那边我小木屋，他应该在医院一楼，邦邦在三连往小木屋走了，那没事，不用安全，我躲一会儿，他在小木屋排呢，排人呢。无所谓，小木屋有个前锋。我抢了几次机子。他在废墟。废墟往石像走了。枪手啊，来呗。看机子，去石像了。去石像，确定。看我啊，杀不掉。然后我来了，是火吧、嗯？瞄好了，怎么带你跳楼跳一辈子，兄弟，我都不想躲。邦邦的落地僵直要比下毒要多，让他跳就完事了。知道知道，你给我放起来，一大王爆锤。大前锋，前锋在三连，前锋在小木屋了。直接大洞，闪现交了，嗯，假闪。我去补前锋机子，炸死！你能依旧吗？能依旧。要鸟救吗？先要鸟你吧，不要鸟我再救吧。行。要看说一声。有的二都卡。切技能。反应差远了，放空空，看了看了看，我直接给了啊，你直接瞅，等这个大难过，一击逼击逼击逼，给，你还要救。是给他救，好像其实想，你再跟我学，我跳我就，我跟你一起叫啊，我机子亮了，哇，女人亮了，
兽医台在哪？在医院。你是过来配合我的，就是过来配合我的。行，我不急着，你俩就。直接亮，直接亮！啊、你没一刀，传送交过来。你们去小门，去小门。这一波还能个偷，这被你又溜了。我觉得他不会偷你，他就这样单中。你能开吗？他过来了。我开了。啊？他开了。那前锋过来偷了。回去了，兄弟。那不是跑了吗？溜溜球。往前下板子，没有板子。我有加速了。炸炸炸炸炸！让你炸，让你炸，让你炸，你进行炸。来小船，我在大船上，可能是海边。海边蜥蜴人，往大船走。我直接发信号了，他看见我了，让他抓我。强攻实际上是，好、啊，妈跳楼恶心你！没封窗的，闪现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是吧？多久？秒，还有十秒，十秒是吧？看你也看错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快走！前锋为什么跑了呀？前锋都不敢修啊！大哥你在逗我？我这边机械师跑的时候，前锋怎么也不修啊？他没跳过，他体力条很多。他多次现在只能跳两次。又不绕回去了，又去打船了。啥意思啊？又来了？钓鱼啊！又去打船了。想拉距离，狗贼！闪现好了吧？嗯。好，下一波翻装我会拖鸟翻。妈，你个净恶心！钓你鱼。掉到大船下，闪现，交了，我要两个鸟，不用不用，前锋在附近，前锋没救，你救吧，死大船了，我日，这个楼梯你也敢上啊，你是真牛逼。他可能有那个铁手啊，他这个楼梯杆上的绝对带铁手的，那不然摇下去了，小心点，他还坐你呢。能量在椅子面前，椅子面前就没说法了，兄弟。好，我能六，你走吧。
看你闪现交了，你怎么烧？我极恶心。我要补他大门机子吧，兄弟。他要我补他大门机子，我就自闭了。要我补他大门机子，气不气嘛？气不气嘛？哎呀，这一个屁股给我人坐傻了。还是挂大船。我要听门了。嗯。我今天我就那大船给你杠上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那大船我不走了，他妈就给你杠上了。我就那大船了。纯恶心你。他救得到，就是有点慢。小兄弟，别吃政策了啊！快走，姐，看到点。气不气嘛？我又要恶心你，气不气嘛？快走，我有地窖。再往大门走，再往大门走。他门还没开呢，在第二层。门开了，能走吗？都能走吗？五秒出门。